香港的夏天又湿又热，天文台仲不时发出酷热天气警告，大热天时要户外开工，究竟有咩防中暑指引？市民又要点样应对酷热天气？香港法定古迹圆洲仔自然环境保护研究中心唔单止系百年古建筑，喺里面仲可以欣赏到海岸资源。今集一起参加导赏团，探索古迹风貌。今晚港台电视31凝聚香港。